大家好，我是猫。这个地面硬化已经做好了，地面硬化已经做了一层了，不过呢，还没有干，后期工序还没法做，所以说，只能做现在样的，明天再做。先拱了，今天也全部都不能出来，尤其这些，你看大家看。这下我还啃笼子呢。好吃吗？是吗，青蛙？那个咱们今天呢带追风出去跑跑，主要是呢我干了一天活也累了，然后咱弄个车子啊带他跑跑，看他能不能跟着我跑啊。好了，带追风。不会骑啊！看起来还是不太习惯啊，真的是不习惯啊。哎，过来，这个 come on， 快进来了，走吧，这个走。还行。走。摔了一次，他有点紧张了。其实很简单嘛，这很简单哈，这跟跑了一圈马上就搞定了。好了。
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到这儿，我要出去带顺丰溜圈喽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